上时间的约，所以非常感谢来跟大家确认一个航空的班机。现在是怎样？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刚刚的，因为他刚刚帮那个人直接吹到他整个裤子都是，整个裤子。他刚在那个受灾区啊。你这双鞋很贵呢。所以他现在在擦。对，我在擦。他很贵。他现在在擦。哇。素人，我为了资本耶。那个男的一直刚看我们拍谁这样子。